稍微调整一下游戏的音量啊。听说这游戏音量跑吓人的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。那、哦、我可不可以用静音模式？我可不可以用静音模式来跑这款游戏啊？我这个人这么胆小，晚上又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跑这款游戏，就是我突然觉得有点后悔。我们可不可以换玩点别的、啊？玩什么？嘿，姊妹卖了哟！我只是看我现在遇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我的聊天室会出现那个、啊。只要一把游戏打开就是黑屏啊！突然觉得好可怕，哈哈。声音选项啊，字幕开。好了，60%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就可以放过我吗？我觉得，哈哈哈，对，觉得有点害怕。你要绝叫、喔！天哪，你们这群。觉得突然想起来，好久之前曾经有个观众跟我讲过一句很中肯话，他说：“黑熊，观众都是嗜血的。”我真的感觉出来了，你们这群人简直是混蛋到不行。好，这滑鼠我把它移开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刚刚从那个叫谁啊 ？Trikuma 开始 ，Trikuma 之前的记录我刚那个聊天室画面我刚洗掉了，要跟我打招呼了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好了，从 Trikuma 开始 ，Trikuma 晚安你好，还有 Kusoin 晚安你好，还有张比19986623晚安你好，还有 Nico 物铁贵晚安你好，还有 H I 哎这个怎么拼啊 ？H I L Health 晚安你好，还有小 Milkpot 小莫晚安你好，好久不见，还有 Tarokika 晚安你好，还有小新晚安你好，黑熊快开视讯让我们看到你吓到了，不要啦。我刚刚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觉得很窘？就是我洗完澡之后，今天心血来潮，想说啊，穿个长裤好了。觉得今天其实还蛮冷的，干就发现我只有短裤，长裤只有牛仔裤啊，我居然没有居家用的短那个棉裤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次序就算了啦。对，今天的外貌不适宜开，不适宜开视讯，这样游戏视讯会比游戏还吓人。还有 Zero0829 晚安你好 ，Forever223 哎2203晚安你好，还有 Juice 哎 Juice 还是 Juice， 还有哇动不会掉，三小动不会掉，啊还有 P0646晚安你好，小女子我都跑完了，你是在怕什么？不能害怕对不对？妈大家也都跑完了，我还是会怕、啊，因为我一个都没看过、啊。好，不管了，那我们就。唉，有点后悔。狼七八五二二，晚安你好。好啦，我们就来开始游戏吧。哎、欸，对了，顺便，你们等一下就是要倒数的时候，来个人提醒我一下吧。我们来线上倒数，跟大家来个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啊，要记得提醒我啊，因为我全萤幕游戏啊，我看不到闹钟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记得 Win 7可以挂个小闹钟在右边的萤幕哦。啊，算了，不重要啦，反正就提醒我一下、啊。我陪你们倒数好不好 ？RO60420003晚你好，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游戏 ，Game Start， 从头开始。哦，因为你们也知道嘛，游戏逛完之后，我总是要看看能不能开啊，对不对？选择梦魇，还可以选择梦魇啊。这游戏一开始还真是太让人不舒服啊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游戏？一开始会拿刀子去捅小女孩啊？然后这个是看起来很戳，看起来很戳的家伙啊，貌似是我们的男主角啊！我来看一下游戏操作，说明按着上面可以跑、互动、移动啊，非常简单，我们就知道跑步、互动跟移动这三个操作可以啊。OK， 要开始倒数，日本那边太快啦！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有颜色哦，整个画面基本上都是由黑白的线条构成啊。那它所谓能够互动的部分，应该就指门把之类有黑色的地方。K10935187333，晚安你好、哦。
这游戏看起来就是素描风嘛，可是怎么觉得就是操作起来给它有那么一点怪啊？这个是浴室是吧？这是你住的地方吗？你住的地方还挺大的嘛，这个。哎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啊！拜托拜托拜托，千万不要发生什么事啊！我觉得胆小如鼠啊！这主角长得太长了吧？肉咖也不是肉成，肉咖。看，你是这样跑步的啊，你这样能跑50公尺都是问题吧？好了，能不能看一下前面那个画上面是怎样婚纱照？是不是？这画像掉下来，可以跟他互动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谁啊？这好像就是这个小男孩，不是这个男主角吗？那个女的，就是刚刚被捅了那个，那这个肯定是他的爷爷跟奶奶。不对，太年轻了！啊，跑步不能一直跑，干，该不会这游戏还会太累吧？这叫我到底行不行啊？我可以那个画框是黄色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家伙，这个家伙不就是那个贾伯斯吗？哈哈哈，长头发的贾伯斯啊，我觉得还挺像的。哎呦，哦，那个小女孩后面有个拿斧头的男人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边好像有一本这什么圣经吗？我们来读一下。等一下，说好的中文话呢？哎，不是中文话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All English, fuck, Lucifer，哇，你好。好，很明显那一本书是没三小录用啊。我们来迅速的进入下一道门吧。这个是。等下，这个房间怎么会有人设计房间？墙壁上那个是什么？墙壁上那个是什么啦？那我们走过去啊，狗啊，金姐，想说要过去跟你金姐，你就不见了，算了。这种场景你知道，窗户打那么开啊，那外面一定会。要么就跑出一张脸啊，或哥吉拉突然跳出来啊，或是 What the？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万年老梗啊，虽然我还是吓到了。好了，这边应该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嘛，来不及就个盘子掉下去嘛。你看那个碗快掉了没有？那个碗快掉了，快掉了，停！是不是掉了哦？哦，这什么东西？让我瞧瞧，这什么？这绞面机吗？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？然后嘞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滴血的菜刀。所以呢？这个 M 马里奥，这也是马里奥他家。哦，到了室外了，大哥，你穿双鞋子啊！你这样子在。泥巴地上走，这边还长那么多树，真的是被扎到，不能怪别人哎，扎死你个王八蛋！好了，这个树丛里面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东西呢？就目前看来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连个脏笔都没有出现。刚讲完脏笔，坟墓就出现了。好了，依照这个情节，要么就是有鬼出来，要么就是有脏笔爬出来，但。这么明目张胆的这样摆着，我想应该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啦。这个是，我可以不理他直接走吗？好像不行哎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？Look。哦，这个是他的妹妹，所以他的妹妹名字就叫艾比。哈，这妹妹怎么回事啊？
哥哥做噩梦了，然后妹妹居然说：“你怎么不回去睡一下试试看啊？”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一号晚安，你好啊。我来跟过去，这个妹控，这家伙根本妹控。三个结局，干！你现在一开场就告诉我这游戏有三个结局的意思吗？好了，我来再找一下妹妹。我的妹，哎呦，这个房间我熟熟的啦，有点害怕。这家伙又是谁啊？我熟熟的啦 ，C H E U N G S A I H O， 晚安，你好，我是黑仔熊。谁是妹化？哎呦，哎看，哎，等一下，刚刚有这个走道吗？这很明显表明了要我下去吧。Gan， 你家为什么要长这么大？你是怎么回事？走过去，哎，看可以走，哎 ，What the fuck？ 这个真的能敲破吗？应该是不行吧。啊，我们就要往越危险的地方，就是越安全的地方。走吧，我们去地下室。Go go go！看我的一步两步向前走，一步一步，一步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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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搜索啊，我搜索啊，一步步 ，What the fuck？ 很明显，这游戏有防黑机制啊，你不能硬从太黑的地方。哎，这是我的厕所是吧？这游戏跟黑熊感觉真适合，主角是有哥哥，有个妹妹，完全符合啊！你狗屎啊你！哎呦，这是我的牙齿哦！为什么你在厕所拔牙？跨年夜就是要待在黑仔，待在家里看黑仔熊还要累。对不起哦，你没有朋友跟你出去跨年，只能在家里看这个几百下流满口脏话的黑仔熊，真的是我的错啊！哎，这个门我刚刚进去过了，好像没什么事情。Tiger Kitten， 晚安你好，新年快乐。我们来看看还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走吧。哎，这边有一个门，我们迅速的进去。哦，这是游戏间吗？为什么他们每个房间都有床啊？这什么？这什么奇怪设计啊？这格局到底是室内设计是哪个？哎呦，有点可怕。我没有孤孤单单，不巧是我朋友跑来我家住，那很好啊。我好寂寞，不要害怕，寂寞的各位寂寞的朋友们，不要害怕，我在这里陪你们，我跟你们一起寂寞，哈哈哈。没问题，你还有我们，没错。啊干！只是进入另外一个剧情，还有这种事情？等下，你家到底是多大啊？而且你感觉你显然对这个家很陌生啊，这不太像你家啊。哎、欸，转一圈哦 ，Gan！ 啊，所以刚刚是走一圈，我开始觉得。我开始觉得，我慢慢的摸透这间房子是什么格局了。控06131，晚安，你好，用手机无线 lag， oh sorry man， it's not my。哈？等一下，谁家里会用这一种闹钟啊？可以要求换一个妹子吗？你们可以不要那么奢侈吗？有就好，先求有再求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比较反常，用手机很累个，然后用 What the fuck get good it！ 一个线冲这样说有点闪啊，线冲哪里有线冲啊？不要吓我了啦！我突然觉得后悔啊！人家在外面欢乐的 happy 准备跨年，我在这家里吓自己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世界真的没问题吗？就出现一个话可以点，但是点的也只是感觉没什么意义啊。
这房间要干嘛？好像什么都没有用啊！啊，走走走走走。Forever 0808，晚安，你好。可是黑熊不是妹子啊，抱歉，我带吧。可以原谅我吗？你们这群人要求真的很多哎、欸！你们没有出去玩，在这边我陪你们跨年，你们还要求我，还嫌我哇，还嫌我不是妹子，在我这越来越困扰了，你知道？哎呦，哎、欸，干拿这个我就可以去地下室，就是这个逛，就是这个逛，可以用简单稍微加工一下就变妹子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线充错了吗？难道一个辛辛苦苦做的礼物，在圣诞节告白成功的人错了吗？给我滚！滚！滚出我的聊天室 ！My God, why have you？ 什么、啊？就是看不懂。我的神！哦，为什么你要离弃我、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被干掉了、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连续五年在家里看 NHK 红白，红白大战吗？还有，没关系啦，我一次都没看过。还有阿中晚安你好，嘿，等一下，妈的，谁关灯了？啊！我的啊啊啊啊！按按按按按！等一下，那个房间墙壁上的纹路是不是都是骨头？啊、oh, ，no！ 啊，这过来的呀呀呀呀！哎，快点快点，你们赶快聊天室，赶快滚动讲话，快跟我讲话 ，talk to me，talk to me，talk to me！ 我突然觉得这款游戏非常的恐怖啦。太恐怖了！这个游戏怎么回事、啊？真的是太恐怖了啦！快受不了啦！太恐怖了！到底是谁跟我说这游戏不恐怖的啦？简直可以拖到路边去打死啦！啊啊！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喝口杏仁茶。谢谢哦，你们好配合哦，我都快哭出来了。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，所以现在是我要拿这个到地下室去吗？为什么听到后面有人在走路的声音啊 ？Oh shit！ 我觉得后面有人在追我。干，我这个时候就有点后悔耳麦用比较好的，我这个耳麦有环绕的效果。那我在走路明明在前面，可是还有 CS test 完你好，可是后面就一直有脚步声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以为这款不恐怖？我们不知道啊，就有人跟我说不用怕，我都跑完了，那个就在聊天室里面，简直混蛋啊！好喽，不要逼我喽，我要生气喽，很生气的那一种哦。啊 ！You got weapon, weapon！ 哎、欸，干！等一下，我这样走不回去啊！哎！哦啊！这什么情节、啊？又1314520，晚你好。还有。Samson 3061，晚你好，是女粉丝，我才不要这种东西嘞，恶心死，我要怎么攻击呀、啊？干，不要跟我说我的牙齿越掉越多颗，我会翻脸的哦。还是一样，这三哥非常的优秀。OK，Don't、okay, be scared，Let's move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后面是不是变黑了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应该是我的错觉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！为什么后面变黑啊？这游戏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游戏绝对有问题啊！我
我真的觉得这款游戏让人感到非常的不愉快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后面有人在追我啊！我听到后面有链子的声音啊，是谁啊？七爷八爷来抓我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要啊！我现在是停下来就会死掉，而且我的手把一直在震动，它非常用力的震起来。我的手把扑通扑通的跳跃，快！进啊！用力！展现你的男子气概！啊！闭上眼睛就是天，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。YoYoSo 2012，晚安，你好。艾玛。为什么我的妹妹又 Q Q？她一定会张开眼睛吓死我。See man，我的房间怎么变得越破烂了？到底是住在什么鬼地方啊？我快玩不下去了，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好恐怖哦。等一下，格局不一样嘞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？算了啦，看到门就是只能进去啦，还能怎么办呢？死了就算了，这游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，大不了就 GG 啊，死翘翘啊，吓得你屁股尿流啊，大声尖叫啊，尿裤子啊，拉屎啊，晚上睡不好啊，做噩梦啊，没人陪啊，好寂寞啊，哈哈哈，奇怪，后面已经跟前面完全没有关系啦，哎呦，这可以，这是妹妹。看，好可怕啊！为什么家里要放这种玩具啊？等一下，不要再放音乐了，我可以关静音吗？我觉得好害怕。大概是股票失利了，爱猪乙哦，看这个打开一定没什么好东西。What？慢着！What the fuck？这是什么情形啊？这，你知道这个就，这个就那个非常的不合理，你知不知道？打从这个柜子是木造的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。他应该是，算了。关静音怎么会知道怪物照？可是谁在乎那个怪物啊？我老觉得那个娃娃待会突然跳起来把我干掉，你知道？所以呢，干，我知道那边有个柜子可以躲，所以待会一定会有怪追我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没有啊，你们不要那么可以躲的衣柜，没错，木质的衣柜。或是木质的柜子都一样，反正它是木质的，木质的塔罗皮卡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看，等一下，这边让我有点迷路的感觉，我觉得我找不太到路了。哦呦，这游戏好恶心啊！各位没朋友的朋友，不要害怕，我就是你们的朋友，我在这里陪你们欢度2015年。有没有觉得听我这样讲，反而开始举了一把眼泪？哈哈，哎呦，这个是妹妹的画像，她手上拿的是什么？音乐盒。然后那音乐盒是怎么回事啊？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好了，我要进去喽。
看，等一下，这一个梦怎么特？这一关的梦魇怎么特别长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。What the fuck？ 看我脑袋是破洞了，我才不进去啊，好不好？那个一定要躲进去，靠呀！那个，看他手臂多粗啊，他手臂比我的腰围还粗哎、欸，他直接把我的头扭断了吧？这不进去活不下去了吧？我想，嗯，这谁啊？刚刚那个是妹妹，那这个是谁？妈妈吗？妈妈。哎呦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道歉。I'm sorry, so sorry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 also so bye 咯 ，see you next time, nice to meet you, my friend。很高兴认识你们啦，我的好朋友们。虽然你们眼睛都破了洞，或是脸上裂开了，但是没有关系啦，很高兴认识你们啦。我觉得不一定要用听的啦，那个手把一直震动也一样，会让我知道前面有敌人啦。黑熊有腰废话啦，熊也是有腰的啦。为什么有怪东西出现的地方我都lag？哦，你惨了你。啊啊啊哦！我差点吓到内出血，妈谁这个时候在外面给我放鞭炮？哇靠呀！我刚刚真的心脏冻结，为什么我耳麦外面会有突然砰砰砰砰的声音？干 fuck！ 看这个时节玩恐怖游戏就非常的不好啊！奇怪，这个梦怎么特别漫长啊？我那换了半天，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啊。哦，我都有点痒痒的，一定是有人在骂我脏话。黑熊，你这个王八蛋 ！Fuck！ 这样子。对啊，还没十二点在放鞭炮，真的很急耶、欸！哦，等一下。What the Facebook？ 哇哈哈啊啊！干、啊、滚滚快滚！啊啊啊啊啊啊！妈的臭肥仔啊！哎呦呀！哎呦！妈，这我几条命都不够用啊！哎、欸、啊啊！欸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除了订阅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到 Twitch 注册一个账号，到我的实况频道点选追随，来参与我的现场直播哦。